哦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要上去坐坐好，脚不要踩上面哦。哦，那个老板在看你哦。哦，那个老板来哦，因为会给人家踩脏哦。对呀，所以脚不可以踩上面哦。哦，那坐好就好了。哎，乖乖坐上面。哇，你人太挤了啦。压扁了啦！你把乖乖压成一个这么扁的，然后小乖的香港脚一直跳来跳去，你看他们两个压扁了，小乖也给他压扁，赶快去，你给一德德压扁，啊，你们压扁啦，太挤了啦！为什么一直挤呀？你看小乖翘屁股。等一下，小乖放一个屁就飞走了。啊，抱在一起哦，你给小乖，你看小乖的布布跑出来了啦。哇，你的布布还有。好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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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现在变乖乖变扁了，哇！太好笑了吧！好了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哦，老板来了，老板来了。哦，你们怎么这样？这样阿伯自己做，哦，你看玩到两个人这样。奇怪你，哎呀，怎么在地上睡觉啊？